是佣兵。Hello， 好，这次来玩佣兵皮肤玄阴畸变。这个皮肤，好像有一些元素是特效，是蛮跟一些皮肤蛮相似，像这个三角形，我觉得出现蛮多次的。像那个什么黑女巫，是不是很早之前那个黑女巫的皮肤也是三角形？然后它有一些光影的效果不太一样，但是我觉得这整体感觉还是不错啦。那玄阴畸变呢？这个意思应该就是变调吧？是不是变畸变嘛？阴畸变，那就是变调啊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那简单讲变调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帮正龙医生看那员佣兵、小女孩、前锋、魔术师、咒术师、调香师。好啦，讲到这个取名字呢，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你名字呢，如果取得越绕，越有那种深度意涵，虽然说感觉像是就是故意要绕的，但是你就是觉得好像你知道听名字就会觉得一种高级感，所以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啦，在任何行业方面呢，这种都还蛮重要的，是不是？好，那讲难听点，低情商就是这搞噱头，那这高情商就是有创意，是不是？我们就是换个说法，就能卖比较高的价钱，是这样子的。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慢慢来播一台，然后小女孩被针对了，然后前锋好像撞到了，是不是？前锋刚刚的预判蛮强的，直接看到之后就冲进去撞了。哦，但是前锋有被针对吗？好像有，小女孩是附身在前锋身上，所以现在前锋在六，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。刚刚前锋感觉好像蛮厉害的，所以应该是能撑蛮久的吧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医生过来了，好，还跟我打个招呼，非常有礼貌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一起来播一啊、现在前锋依旧是在六，完全没有任何的受伤，算是非常厉害。哎，受伤了，才刚讲完而已，不过也算是撑蛮久的了啦。好，现在余笑飞子走掉了，不知道是不是上面在的小女孩，不知道没有在。感觉如果小女孩没有被攻击的话，应该就是顺利走掉了吧。好，但是面对鱼女呢，似乎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。你看，现在又有这个又受潮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水源真的是非常的顽固啊，而且鱼女的速度确实是非常快。好，买个枪，看能不能帮个忙。来啦，在我这里，小女孩居然在这里，而且还附我身呢，怎么回事？附我身就要给人家帮助一下喽，是不是？好，现在换到我身上了，我的重责大人。哎呦！红蝶来找我了，是不是？红蝶就是这样过来了。OK， 我们现在再稍微跟他玩一下。哎呦，来啦，来了，下去喽。好，不要怕，我带你飞。不是我带你飞，就是红蝶带你飞。应该比较希望我带你飞吧？红蝶带你飞就是真的飞喽。好，等一下，又来了。哎呦，来了，来了。啊，差一点。哎呦，那个板没压到。哎呦，他也没有过来。好，他也没有抽到板。好，看他一下，看他一下。我再看他一下，哎，来一下，哎呦，啊，吓死了！各位，有时候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时候，哎呦，烟火，哎，有人放烟火，哎，赶快，赶快走，可以欣赏一下烟火，是不是？好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赶快走！哎，各位，就是你在玩游戏的时候，有时候玩到类似那种什么赛车游戏，是那种就是需要左右控制的，头会跟着摆啊，我有时候会，各位有时候也会吧，就是这种惯性，好 ，OK。来了，又来了，是不是摆脱掉他？我不知道能撑多久，我不知道能撑多久，我不能撑多久，撑不了了。好，溜了一分钟而已，但小女孩似乎还是没有办法，好像要被针对。我现在没有道具了，我现在也没办法，而且受伤了。哎，前锋来了，带着一颗胡萝卜。好，小女孩倒地了，也许会被撞，也许红蝶会被撞，也许来了。耶、yeah, ！红蝶被撞了，帅哦！前锋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真的完蛋了，没办法了，小女孩被撞，有办法再撞一次吗？应该是没办法了吧？哎，前锋走掉了，前锋走掉了。好，从头到尾三个人在保小女孩、欸，应该算是仁至义尽了啦，是不是？是吧？已经很厉害了，而且保到剩下两台破译机了。所以是团宠吧，是团宠无误了吧？对，这局真的是很多人在造小女孩，所以我觉得已经值回票价了吧。好啦，我买个东西先回一下血，那再看一下情况如何。外表，好，先喝一下多夫林，然后再买个东西。买什么东西呢？哎，这个皮
皮肤的眼睛是一朵花，是不是？是什么花？牵牛花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什么花。那这样是一朵花，不是纽扣哎。好吧，就这样子了。小女孩有人去救了，我就先破译了。OK， 救掉啦！又倒了吗？没有，似乎好像跑得掉吗？跑不掉。又倒了，前方现在受重伤，也没办法去救吧？哦，再摸一下咯。好，接力。接力没错吧？是接力。你看那么多人要救他，那么多人要救，是不是？医生也来了。这个是谁？调香师也来了。OK， 可以哦，可以哦。小女孩可以吗？小女孩可以吗？小女孩，小女孩又倒了。唉，就算有这么多人保也没办法，保不住，真的是保不住啊！太多人保了，但是依旧是无力啊。好吧，我们先让自己喝个血了。哦，刚破译速度算快，现在破译速度慢下来了，可能是因为飞掉两个吗？是这个原因吗？好，跟这个魔术师一起破译这个皮肤，我有抽到，对，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皮肤啦，对。好啦，我看一下，现在前锋也上椅子了，正在倒数，哎，在干嘛？好，这时候。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啊，我是觉得我蛮不喜欢人在破译的时候做一些有的没有的动作，浪费时间。你在做动作的时间，你可以多破一个几趴吧，一两趴跑不掉吧，是不是？何必做动作浪费时间呢？除非你在大门口在等，对，等着皮那就算了。但是你在破译，这就没必要。那刚医生那个是 OK 的哦，医生刚来的时候做个动作是可以的，因为他还没摸到破译机嘛。但你在破译机的时候，你就认真破译吧，各位，是不是？好，现在破译上我这台了，调香师是来不及了，但前锋应该来得及吧？前锋看一下来不来得及，前锋来得及吗？可以。又倒了。那现在前锋在飞的话，调香师在飞的话，就飞到四个人了。好像没办法欸，这局感觉好像会输。好，救掉。完了，完了，前锋有球，但不多。对，刚跑了一小段而已，然后就没办法了。啊，这鱼女确实是蛮厉害的感觉，我觉得。好，前锋飞掉了。前锋这么强，感觉不弱，都已经这么快飞掉了，那意味着鱼女真的蛮强的。哎呦，闪掉一次，惊险呢！再闪一次，哎呦，一样很惊险呢。还能再闪几次？闪不了了啦，各位。绕圈圈，哎呦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中了一下，中了一下，完了，完了！啊，飞轮没用成功。我准备倒了，各位，我准备倒了，我倒在哪里嘞？倒在这里好了。哎呦，他甚至都不用挥的，他甚至都不用挥到我，我就倒了。哎，我是窒息死的。对，死因窒息，就是被鱼女的水喷到喷太久。对，好 ，OK， 我看一下，红蝶抓到了，魔术师也被抓了，是不是？那其他三个呢？无情的走掉了。这也没有赢啊，当时输的，各位。好啦，下集见啦，拜拜。